想就会超越梦想，蓝色的天际不要停息，我会永远一直陪伴你，尽情奔跑，追逐闪耀光芒，追逐着繁星，一起记录我们曾经追梦的记忆。嘿吼，梦想家，嘿吼，出发吧，编织我们青春旋律，梦想汇集在一起，尽情奔跑，拥抱明天，梦想就在终点，小小地球大大的你，它会听到你的呼吸，向着璀璨未来努力，挥动想象双翼，每个黄昏日落黎明总有你的身影，就差两分也没关系，收拾我们好心情，梦想家，嘿吼，出发吧，嘿吼，梦想家，嘿吼，出发吧，编织我们青春旋律，梦想汇集在一起，尽情奔跑，拥抱明天，梦想就在终点，小小地球大大的你，它会听到你的呼吸，向着璀璨未来努力，等你创造奇迹。第二集，一日班长。我说你每天都踩着铃声进来，你就不能来早点啊？你现在又不是班长，管得着吗？嘿嘿，战争马上要开始了，准备上课了，别说话。还有，学校里不给带零食。同学们，接下来我们将发扬民主，选举出班长。目前有莫名报名参选。还有其他人吗？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老师，我也报名。哦、喂，我们也去竞选吧，一定很好玩。行啊。老师，我报名参加。我也是。明天就投票，但有四个竞选人，怎样做才能让大家选我呢？哇，听说欧阳同学篮球厉害，编程也很厉害呢。是吗？是吗？哇，帅呆了！我好想跟他学习编程呀！我也是。有了，欧阳的人气这么高，要是他肯支持我，欧阳，欧阳，一起去打篮球吧。嗯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是想让我选你当班长吧？嘿嘿，欧阳同学果然料事如神呀！不行，我要慎重投出我宝贵的一票。拒绝不会委婉一点吗？有了。淘淘他们都在争取自己的支持者，你不去争取一下吗？没关系，我做好该做的就行了。好了，投票结束，请小问计票。现在宣布计票结果，淘淘十票，傅天豪十票，吴道道十票，莫名十票。看来势均力敌呀。既然是平局，那我们就让四位竞选人各当一天班长，由小问来跟踪他们的表现和执行情况，最终由得分最高的人来当班长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同意。谁怕谁？我也同意。那好，从明天开始由吴道道先当班长。什么？为什么是我先？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班长呢？小问，你教教我。当班长首先要以身作则，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，维护课堂纪律。遵守课堂纪律，但我总忍不住想说话。当班长就必须克服自身问题。行吧，那我对自己狠一点儿。这道题谁来回答？吴道道，你又没生病，戴口罩干嘛？那就你来回答吧。为什么不说话？把口罩摘下，
吴道道，你这是？乔老师，吴班长他只有这样做，上课才不会说话。当班长呢，除了要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还要制止同学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行为哦。我明白了。奇妙，你今天带零食了吗？当当当当，你看。哇，最新款的十二生肖糖，你要尝尝吗？好耶。糟糕，忘了我可是班长了。学校规定不能带零食进教室，我今天没带，你带也要没收。给我，你凭什么拿我东西？我是班长，我有这个权利。好了，奇妙，你把零食收起来，不要再拿出来。还有，你无权拿同学的东西。我是班长，怎么就没权利了？当班长代表着要主动服务班级，帮助同学解决问题。哦。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？当班长要服务班级，我得提前去开教室门，可不能迟到了。啊，可天还没亮呢。啊，我都来半天了，怎么还没人来？算了，先睡个黑龙觉吧。快起来，快起来。还睡？大家都在等你主持早读会呢。小问，这早读会要怎么主持？稍等，我打印早读会内容给你。啊，这就是早读会要念的内容啊？简单，早读开始。首先，请站到讲台前。其次，需精神饱满，抑扬顿挫地带领同学们读出好像哪里不对啊。你们干嘛呢？你是主持人，你让我们站到讲台前来的呀。才当半天班长，就快累死了。淘淘，淘淘。你不是说你当班长了，欧阳同学就会给我们上编程课吗？对，快兑现诺言。可要等下。糟糕，我还没想到让欧阳上课的办法呢。那要等多久？就是，万一今天过后你不当班长了呢？不行，今天我们就要听他讲课。完了，这个坑要怎么填啊？大家想学编程，就到教室里等我吧。好呀，我们快去吧。欧阳，我得向你道歉。我都知道了，谢谢你还帮我解围。是小问请我帮忙的，你要谢就谢他吧。小问，班长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调解同学间的矛盾，以避免矛盾的产生。小问，我明白了，我不能随便向同学承诺，差点造成了矛盾，我错了。我想说的是，吴道道和唐薇薇吵起来了，班长要赶快去调解。好吧。真是漫长的一天，轮到你了，我要回去补觉了。各班请注意，请班长放学后到会议室开会，讨论新生文艺晚会节目。重复一遍。不会吧？请班长放学后到会议室开会，我替你去吧。开会讨论新生文艺晚会。真的？还是莫大班？观沧海，东汉末年，曹操。观沧海，东汉末年，曹操。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糟糕，下节课生物书我忘带了，回头上课借我用一下。你不会也没带吧？难兄难弟，用我的吧。那你也看见了，下堂课咱们用一本。
昨天明明是你找的欧阳旭去上编程课，为什么却让他说是我？我担心淘淘知道了会有些尴尬，毕竟我还在和他竞争，所以还是你去比较好。嗯，还是不理解。身为班长，对同学的承诺不能失信，我也不希望淘淘和他们产生矛盾。莫名。对了，下午5:30是向学生会提交班级活动评比材料的最后截止时间，你今天当班可不能忘记。嗯，知道了。深呼吸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比赛即将结束。哎，称霸球场的男人又回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去学生会送资料，看你好像受伤了，走，送你去医务室。嗨，真没事儿，这种情况家常便。别逞能了，今天我是班长，听我的，去医务室。麻烦，直接回家了。你。你老缠着我干嘛？去医务室。我一个大男人用得着？闭嘴。你走慢点。经过了4天的考核，下面请小问公布一下结果。根据大家的表现和执行情况，最终结果是淘淘胜出。什么？这也太不公平了吧。我落选无怨无悔，但莫名做的肯定要比淘淘好啊。在表现上，莫名的确做的比大家都要好，但是根据初中班长的职责条例第6条，班长需配合学生会组织本班同学准时参加年级学校的各项活动，成为联系学校老师和同学之间的桥梁纽带。那又怎么了？作为班长，莫名错过了向学生会提交材料的截止时间，导致班级活动评比延误了。啊，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我放弃竞选班长。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淘淘，你莫名是为了帮助我才失职的。昨天我受了伤，莫名为了送我去医务室耽误了送资料，而且莫名作为班长，他的表现大家都有目共睹，相比起来我不称职。我也认为莫名做得比我好。我觉得小温的评判太机械，不人性化。这样可就难办了。哎，不如这样，在全班同学面前你们4个人公开再进行一次投票如何？我同意。我们也同意。好，选举开始，选择淘淘的请举手，选择傅天豪的请举手，选择吴道德的请举手。好麻烦啊，直接选莫名当班长不就得了？是的，我赞成。吴道德，请遵守课堂纪律和选举流程。选择莫名的请举手。我们一致同意莫名做我们的班长。